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《绝地求生》有哪些是好枪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左下角游戏界面有军备库，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好用的枪支。在突击步枪里 ，M416 当属是最好用的枪。可以看到它这里后坐力很小，但是威力和射程射速都是很快的。之后狙击枪的话，最好的当然是空投枪 AWM， 其次就是 M24 和 98K。 在冲锋枪里面要数 UMP9 比较好用，霞弹枪呢就是 S686 比较好用，我们一般也戏称它是六不六。